南瓜去瓤，带皮改成三角块，一定要选发面的、水分少一点的。不化油改小丁，油温五成热，南瓜下锅炸，外皮稍微有点硬壳，马上调中小火轻炸，炸至八九成熟，稍微带点硬芯，捞出备用。锅架底油炒无花油丁，炒出水分，炒至干香，下葱姜蒜爆锅，爆出香味儿。广味园排骨酱、海天生抽、碰料酒爆香，加水一勺，下入南瓜，加少许的盐、糖，少许的老抽，综合下颜色，小火炖至两分钟左右至成熟，加少许的味精，光锅打芡啊，这个芡汁要薄一点，淋葱椒油，轻轻的翻几下，出锅即可。这个芡汁是重点啊，类似六炒芡，一定要薄一点，因为南瓜的棱角全部炖掉了，有点发黏。一道油沫烧南瓜制作完成，绝对的咸香软糯，特别下饭。如果您学会了，就留个赞再走吧，感谢您的双击支持，小二过来上菜。